會啊！今次我哋玩具 TV 啦，突然之間直播啦，就嚟到屯門市廣場啊！咁啊，除咗有突擊嘅展覽員子龍喺度同大家導賞之外啦，今日最緊要就係咩咧？有特別嘉賓，我哋呢個麥嘉登係啦，以及啦就係我哋其中一位即係超勁嘅攝影師的鵬。喂，大家好、啊。係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一起在屯門市廣場這裡就遊走著看這個大型的展覽、不是只看展覽那麼簡單的，你也有機會得到 Dickpro 手上面這兩隻來自 Super Studio Crossover B-Wing 的 Transformer 系列。究竟怎麼才得到呢？先一陣間先留意最尾，最後啦，最尾就告訴你個問題是什麼了。我們帶你飛去那個場看看先。好，我們現在退後一點給大家看一看整個展覽最中間那兩塊是什麼先。嗱，眼見到呢一隻係 Bumblebee， 見到佢背影啦，相信大家近排喺街頭啦，都應該見過佢嘅蹤影啦。係啊，呢個 Opperman， 咦？但係佢係中定間嘅咧？到底睇翻隻眼喎，真係要。係啊 ，Opperman 隻眼呢度啦，就係係咯，藍色嘅喎，應該係間先至係喎。咁但係呢個 Bumblebee 咧，就係之前啦，就擺咗喺架貨車上面咧，就喺香港。之前喺全港周圍走嗰只就係。係啦，就係呢一隻啦，佢。巡遊完畢啦，係啦，環繞長一周喺香港之後啦，就屹立咗喺屯門呢度。我呢個 Bumblebee 其實佢都好仔細喎，以呢個 size 嚟講，個成品都唔止仔細添啊！你睇佢啲上色、啲舊化咧，你淨係行埋少少睇佢個碌大炮啊，都已經咧係好有質感噶。然之後你再睇埋佢大髀嗰啲機件、嗰啲零件位咧，啲特別係啲黃色邊嗰啲角啊。其實全部啲舊化都係好仔細，但係睇 trailer 最震撼，其實係兩個，一個用劍，一個用水壺劈啊嘛，咁又冇呢個喎。嗱，佢拍埋有嗰把手嘅手係啦，手印係啦。咁其實呢一個 shot 咧，就應該係電影裏邊啊。咁啊，你知麥克華寶咪話 no 咁樣嘅，咁啊就係一拳。打落去 Bumblebee， 連埋把刀咧劈落去佢個頭嗰下、，Bumblebee 就即刻出頭盔啦。哦，嗰一個 shot 就係出拳之前嗰一剎那嚟嘅。哇，好靚呢個 Opperman！ 淨係 Bumblebee 都兩米半啊，咁啊呢個 Opperman 都應該勁高啦，我都睇唔到有幾高啦，都起碼三米。三四米都有。係啊，咁啊大家嚟呢度影相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多少少，因為你控得太埋就好難影啦。我見在場其實有五個嘅喎，有五個角色喺度嘅喎。係啦，你不如睇埋其他啲角色。咁喺呢個時候咧，同大家會跟住麥嘉登，我哋飛去下一個場地啦。OK， 好，好，飛咯，飛咯，我哋飛去呢邊，飛去呢邊，係啦，飛飛飛飛飛，係啊。機師，駕駛機師揸穩啦，行啦。出發。唔好穩。出發。吹下水。OK， 哇，避開個小朋友先。好，我哋加少少速，哇！好，嚟到呢一隻啦！哇，認真呢一隻我哋行角色喎、啊，其實都唔算好新嘅。嗱，我而家我哋行入少少去俾大家睇下佢究竟有幾高先啦。OK， 係啦，的都入埋嚟睇下。嗱，我咧都係到佢拳頭呢個手掌位啫。係啊，咁啊，當然啦，大家就唔好即係喐佢啦，始終會危險啦。咁但係呢一個角色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佢係變到一架林寶堅嚟嘅，係啦，咁啊，好似係咪叫火棒咧？係啦，今次呢個角色應該係叫火棒。如果火棒出現，如果你睇開變形金剛咁，就知道咧，其實佢好可能 Opperman 就會交棒俾下一代嘅首領，承繼者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嚟啦，今次呢個火棒咧，同我哋睇開嗰個火棒咧，個造型都幾唔同嘅。係咯，因為之前個火棒係全紅色噶嘛，咁啊今次就。是黑紅色啦、啊，都叫做點到下題嘅、嗯，但係個感覺都爭得幾遠㗎。但係佢仲要變咗洛迪文嘅時候係一個貨車喎，到底佢係點樣演繹咧？之後係有啲難度，但我見玩具咧個人形比例咧冇呢個咁靚㗎喎。咁呢啲嘢俾啲想像力啦，變金剛咩嘢不嬲都係咁樣㗎。好喺呢個時候出發啦，我哋好再下一個咯，喺嗰邊，我哋揾翻個飛機出嚟先。係啦，好揸完，好出發。我哋第一次试呢个场景，系啦。OK， 好，我哋移翻正少少个航道先。OK， 喂，歪咗少少，喂，翻翻嚟啦。喂，呢度，喂。系。系。到啦。
OK， 今次呢一个咧紧要啦，咁啊系我谂都系 Star Wars 出咗呢一个 R2D2 之后，系啦 ，Baby 系啦 ，BB 8之后咧，系另一个小孩角色 feel 嘅造型啊。咁啊，今次大家估唔估到佢究竟变形系变咩咧？我记得喺电影版里面嘅 trailer 咧就未出现过佢实物变形嘅。系啊，系。咁啊，今次你睇到佢呢个粉蓝色造型。其中一個重點位是什麼呢？就是這個了，貼士貼士倒後鏡和這眼燈，是的，這一對燈再加上這一隻手啊，出曬了，是不是啊？它究竟是變什麼呢？就這個電單車了，就子龍獅火的了，是的，這個獅火剛才就變了戰選版了，是的，我就是放在這裡就將它現場立刻變戰選了，是的。 OK， 那這樣呢一架電單車咧，你睇得到就係、是、咁樣樣。哎呀，爭啲又多隻戰船，真正嘅。我收起佢先。係啦。佢就係由一架咁樣樣殘殘舊舊嘅電單車，就變成而家我哋睇得到咁可愛，有啲滑稽造型嘅一個機械人啦。我哋 zoom out 俾大家睇下呢個機械人究竟。係啦，睇翻個機械人先。嗱，阿的企埋去機械人嗰度啦，其實都係高過機械人好多啦，個機械人只係到佢心口嘅啫。咁所以咧，我都幾肯定好多小朋友會好似頭先咁樣衝埋嚟，同佢握下手啊，係啊，同佢影下相啊，咁樣樣。希望佢啲關節唔好好脆弱啦，因為後面都好得意噶，收埋好多小巴馬啊嗰啲工具喺度。我唔好講少，其實佢啲舊化咧，嗱，即係當然啦，大家唔好掹佢出嚟啦。佢呢啲金屬塗裝係幾得嘅喎，講真的。同埋佢係跛腳嘅喎。是啊，是啊，是啊，咁我玩具佢又冇跛到嘅，玩具佢前后两个辘就变咗左右两只脚咁样咯。佢应该系修理员嚟噶，系啦，都合好合理。冇错，佢随时会跌个士巴出嚟。咁同埋你见到玩具咧，突然间有个好似雪柜咁后面嘅，佢唔系雪糕车嚟嘅，佢系一个保养箱嚟嘅。咁啊，所以同佢背脊呢一个嗰啲士巴拿咧系有关系嘅。咁啊，究竟电影出几多咧？唔知道，我怀疑咧，玩具咧。系啦，玩具咧會多少少即係花神嘢啦。系系，好咁啊！喺呢個時候繼續有啊，再飛前啲啦，向世界出發，揾翻你阿爸啦！哇，係啦，出發出發出發！嗱，呢個飛機細細隻啦，咁我哋到啦到啦，將佢航道偏翻正先，喂，偏翻正，嗰邊，係啦，係啦，喂，好到嘴啊！哇！控埋啲俾大家睇，控埋啲俾大家睇啊！呢一个咧就系麦加登啦 ，Megatron。今次呢个造型咧系近距离地乌低咗身俾大家睇到佢个狰狞嘅样。系啦，睇到呢個狰狞嘅樣啦，其實都係非常非常之仔細嘅，但係我覺得有少少暴龍或者速龍 feel 啊，佢烏低咗身啊，因為咁，但係要留意啦，佢把刀咧係依然係非常之巨大噶，佢把刀依然係非常之巨大噶。大家影相的時候要留意啦，都不是一件容易處理的事嚟噶，因為都很巨大，同埋啦，側邊都很多呢啲嘅呢啲 stand 啊喺度圍住咗，所以影咧都唔係一件容易的事。好咁啊，嗱，睇完麥加登之後咧，我哋就繼續向前飛噶啦噃。今次呢一個焦點咧都好緊要啊！我哋出發，今次咧就可以加速多少少啦。来啦，我哋做宇宙跳跃啦！飞到嚟呢度，哇，系呢、这个柯柏文，大家唔好睇少，全球得十只噶咋，全球得十只咋 ，OK， 好，俾翻大家睇先啊！
係啦，全球得十隻嘅全金變形金剛嘅 figure。係啊，咁啊，而家可能因為藍光嘅關係啦，大家唔係太睇得清佢嗰啲金色啊。真金啊？係啊。咁但係你要記住，你有得贏佢翻屋企嘅喎，呢一隻係咪真金我唔知喎。文說好似話8000多元嘅呢一隻。點贏啊？係啊，仲要有獨立編號嘅呢、這個。點樣贏法啊？可以。嗱，點樣贏法呢？我哋 zoom out 少少俾大家睇一睇呢個遊戲箱先啊。嗱，呢、這個遊戲係點玩呢？就唔係我哋提供嘅，係大會呢度提供嘅，即係呢個屯門市廣場。你就要睇一睇呢度究竟有幾多盒玩具啦，然之後你就要估一個數字。嚟贏佢，嗰、那個數字係咩呢？總值差少少，總就係總啦，不過唔係總值，係總重啊！哇，正重幾多 gram 咧？你估得到最貼近嗰兩個，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啊，我當佢裏邊係1000 gram 嘅，咁啊阿迪你估，譬如999，我估101，咁我同你咧就一人有一隻啦。哇，係啦，咁你當然你八隻啊，總全球總共得10隻啫。咁我哋又呢度又送嘅，呢度好似系送，好似送兩隻先，啊、然之後另外嗰8隻就喺其他比賽啊、環節啊、遊戲嗰度送嘅、啊。因為除咗呢一個遊戲之外，仲有其他比賽嘅。嗯，咦 ，Sub Studio 老細 join 咗，係咪啊？我哋啱啱先拎咗兩隻 B Wing 嘅 Transformer， 爭啲跌咗落地。玩咗話追兩蚊支槍啊！耶、yeah, ！有隻劍球好得意，哎 ，OK， 好，再飛啦嘛，再飛啦，你唔使喐㗎，你跟住。你個人跟住佢得㗎。係啦，喂，嚟喎。哦，飛啦。哦，飛啦。呢邊。偏離航道。咁樣得㗎。我哋唔係，你唔使喐個鏡頭。鏡頭唔好喐，鏡頭唔好喐。唔係有少少。係嗱，我哋有技術故障，係啦。好啊。係啦。得㗎啦，得㗎啦。唔好撳得㗎啦，唔使撳得㗎。冇撳得，好好。好嚟喎，一二三，出發。好，我哋架機要飛低少少啊。邊度啊？邊度啊？係啦，就係嗱，你見得到啦，呢一度有個好大型嘅 backdrop。上面有三頭龍啦，呢、這個三頭龍啦都幾緊要㗎，我覺得。應該今次係。係啊，究竟呢一個係咪傳說中嘅大佬咧？呢、這個我真係唔知啊，但係知玩具佢係兩個合體㗎，今次係兩個合體嘅 movie 玩具。哦，嗱，咁啊睇到呢一個巨型嘅造型之後啦，望低少少，呢度咧有四部 Xbox 喺度。咁呢四部 Xbox 咧就會現場俾大家試玩啦，俾你操熟啲機先嘅。你見得到啦，爸爸同個仔一齊喺度打啦，其實都係爸爸打緊個仔喺度睇。但呢個應該唔係 movie 喎，呢個應該係唔係㗎？佢呢個係之前嗰只咧，之前嗰只 game 嚟。係啦，你見得到 Bumblebee 嘅造型咧係幾嘥白㗎，即係個碌係好成個波咁嗰個嚟嘅。咁啊，對面嗰度就真係有個小朋友喺度玩緊啦，你見得到爸爸幫佢影緊相啦。咁做咩嘅咧？原來這個呢一個咧，遲下將會有個電競比賽啊！哦，就有係啦，就係、是、玩呢只 game 嘅比賽嚟嘅。鬥高分定係點啊？佢而家未公布，係啦，佢未公布。咁我諗有幾組嘅，可能係鬥高分啦，然之後就可能係一啲即係互相戰鬥關啊，係啦，鬥等等之類之類。所以而家咧就大家嚟到嘅時候可以操下機先啦。Okay. 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啊！真係。係啊，咁我頭先真係試過上手玩嘅，係可以變形啊，可以。可以攻擊啊咁樣嘅，嗱一陣間有時間先拍少少俾大家睇下，因為呢隻 game 我相信有朋友仔都應該玩過噶啦。好，好嗱，我哋轉一轉翻，係啦，繼續去，好繼續去，嚟到我哋其中一個焦點啦，喺呢個現場嘅焦點就係有好多嘅變形金剛展品啊。好，我哋修正一下航道先，轉一轉過嚟呢度，會轉一轉過嚟呢度，係啦。咦，有個熟人喎、哦。係啦，我哋介紹咯，係咪啊？係啦。好。係。喂，你睇住啦，嗱，你好想玩係咪呢個？上咗好耐啦 ，Leader Class 嘅 Megatron 喎。識嘅喎，我哋頭先特登唔介紹，睇下有冇人識啊。冇啊，今次變形金剛，你最期待係邊一個玩具啊？咪就係、是、我手上攞住呢一隻咯，一定係呢隻噶啦，唔使講啊，仲犀利過柯柏文啊！話俾大家聽，點解咧？乜嘢令到你覺得佢咁吸引咧？喂，好難得咧，佢有一個咁鮮明嘅形象。其實佢除咗第一集入面咧用個戰機狀態出過場之外咧，我係佢公布嗰陣時係一個武士狀態啦，直到佢出咗 figure。佢變咗一個二星戰機嗰陣時候咧，係十分之喜愛同埋期待佢嘅，因為麥加登不嬲都係唔會屈膝喺人前噶嘛，所以你發覺佢係冇碌嘅，
佢作為一架戰機係冇轆嘅。诶，冇脚嘅雀仔系咪？冇脚嘅雀仔啊，变形都系空中变形噶。即刻有人揾雀仔喎、啊！你呢、這个，好，我帮你揸住先。好，喂，我哋介绍咗未啊？我哋系啦，未介绍，未介绍，我哋讲咁耐。嗱，今次咧，哎呀，好嗱，唔紧要，好啊，我哋，你太多 fans 啦，系啦，冇办法，太热情啊。不如你亲自介绍一下，俾我哋喺电话旁边或者电脑旁边嘅家庭观众听。系啦，想介绍啲乜 ？Stanley。为什么你咁中意变形金刚嘅咧？点解咁中意变形金刚？由细到大咧，开始睇呢个 G1 动画卡通啊，已经觉得咧，俾佢哋嗰种，即系平时你睇高达咧，或者系啲咩机动警察咧，都系由人去操控噶嘛。嗯、但系变形金刚咧，就是、一个有生命嘅机械人咧，系十分之有吸引力嘅。同埋佢哋咧，每一个派系咧，都有佢哋自己嘅一个立场同政见咧，都系引人入胜嘅目嘅地方嚟嘅。好嗱。嚟到呢度咧，都一定有幾條二揀一嘅啦。嗯，狂派定國派？一、二、三，波派。O K。柯柏文定係麥加登？哇！二柯柏文，好反駁啊！啱啱先講完，開頭講麥加登。玩具定係遊戲？玩具。二十哇！好，唔使即講啊！即刻答啊 ！G One 定係 Movie？G One， 我都 G One 啊。O K， 死啦！另一个啦 ，Bumblebee 定系柯柏文咧？唔使数一二三啊，直接答你柯柏文。哦 ，O K， 嗱咁啊，都紧要嘅。点解 Stanley 会喺呢个现场 V I P 呢一个招待会里边出现咧？都紧要嘅，因为全靠托阿 Stanley 嘅福，我哋先入到嚟嘅啫。系。哦，咁系因为相关方面咧，想揾啲。喜歡玩具又喜歡變形金剛的來到現場率先去給大家感受一下變形金剛第五集的電影版的所有的事情而已、不要緊啊 Stanley 趁這個機會你那個團體到底在哪裡介紹一下我的團體哇我的團體是 TFMISER Hong Kong Discusser 那就個串話就 TFMISER你直接找就看到我們有專業啦還有討論群組就可以直接上來的了、我也有蒲的你也有蒲的跟 Stanley 聊了一陣子之後都要給大家看看我們背脊有什麼展品剛才都說了都挺神秘的嘛其實就不是很神秘的喜歡變形金剛的朋友仔可能不知道的都懂很多的不如你為我們介紹小部分啦、就是、究竟這個櫃有什麼特別呢這個櫃厲害了集合了呢都不是集合了有部分 G1 的产品啦同一时间也都有我们 Masterpiece MB 的产品的可以说是这30年里面新旧融汇的一个展览区来的嗱，我们看到有最新出的 MP Megatron 麦加登也都是很难变很多个 step 可以说是这么多个MP 系列入面咧，系最多变形步骤，同埋，但系同一时间都系好多人中意嘅。系，我见到咧最巨型嗰一部咧，系啦，即系嗰个基地啊。系。系啦，佢今次个样咧银色嘅。哦，咁系纯粹因为呢一个版本咧系 SDCC 嘅限定版嚟嘅。佢原本有一个正常版本咧就唔系银色版本嘅，咁就按你个人喜好，你中意边一个颜色版本，咪拣边一个咯。我見呢個建造派都係 SDCC 版嚟嘅喎，係啊，睇個心口度翼就知啦。係啦，一見到就係啦，係咪？冇錯啦，大家可以好簡單咁去識別翻啦。如果係上色比較豐富、比較亮麗嘅咧，我哋大家都可以睇得出咧，佢係一個特別版嚟嘅。我同埋我好中意即係現場展品嗰啲 display 係咩咧？有少少互動喺度啊！你影得到啦，建造派咧隻手係捉住咗 Bumblebee。場景啊！我哋男太經典啦！我哋啲男仔最中意做嘅嘢、啊。好多名場面啊！你見到啊 ，Inferno 係咪？所有嘢做曬 Inferno 啊，抱住啊 Red 啊咧就唔使講啦，佢哋嗰啲男子漢之情啊，嗰啲基情機械人之情啊。OK， 咁啊，除咗呢一個櫃之外啦，後面都有另一個櫃嘅。後面嗰個櫃咧，我自己細個咧都玩得比較多嘅，就係、是、頭領戰士系列啊。哇，又是新舊交融喎、啊！頭領啊，冇得頂啊！話俾大家聽，因為是繼 G1 啊之後一個承接個故事的作品嚟噶。大家可以見到啦，喂嗱，有舊的 G1 啦，有新的 Titans Return 的頭領都有喺度、啊。我哋大家可以而家喺市面都可以見到啊呢一啲產品嘅。我細個係好恨想買嗰只六面獸啊！
喺六面兽系，大家而家喺镜头左手边咧，色紫色脚。好啦，呢个新版嚟噶，新版嚟噶啦，旧版但系有限定嚟嘅，冇错啦，冇错啦。啊，旧版就系变咗飞船形态嗰个嘛，系啦，冇错冇错。但其实呢、這个呢一度入边，我最恨咧就系三变嗰两只狂派啊。呢只变恐龙同埋飞机嗰只，同埋嗰度有个变飞机同埋变星星嗰只。狂龙同埋猿猴。系啦系啦，好想佢出啊，真系。咦？咁应该可能喂，但系呢个就要睇翻孩之宝官方嗰边点样去出咯、啊。都系得个等字啫，而家。真系得个等字啊！万众期待噶，大家都其实好中意头领系列噶，因为我见到好多变形金刚嘅 fans 咧，无论新旧玩家咧，都系不断咁样见到佢新出咧，就即刻买噶啦。同埋呢個 generation 咧，新嗰個系列咧有樣好咧，啲比例啱翻啊！嗯，即係以前我哋細個玩咧，我好記得咧嗰架車咧好大架噶，係大架到咧唔係好啱比例嘅車同大架個飛機嘅咁樣。冇錯。但係今次啲比例開始 turn 翻比較合理啲啦，未至於完全啱嘅。嗱，你對比下嗰只狼舊 G1 舊版同新版，又見到個比例其實係縮咗，即係縮咗一橛啦，都係大細嘅分別啦，好明顯。但係成個嗰個流線型咧，同埋個 shape 咧係出咗嚟係好靚嘅。係啊，你睇只。鳄鱼都是漂亮的，没错没错，这只鳄鱼呢个感觉呢机械感重一点的，反而旧版G1 在那边，是G1 对面是变成鳄鱼了，真的四脚爬爬那个了，就钝一点，但是呢即是90年代味道的玩具是重的。我欣賞你哋今次個 display 咧，新舊交融，跟住狂派同埋博派對弈咧，真係好有味道啊！呢個係全賴應該係有個神秘人將佢嘅珍藏攞出嚟啫。呢啲珍藏全部唔係我嘅，係、有個神秘人啊，福特啊，福特啊，唔使講啦。你但係唔見人來啊？你哋冇 show 人來出嚟嘅？最重要最吸引嗰只咯，啱啱出咗合到睇啊嘛。可能未開箱啊，未開箱，太轉頭又加埋落去啦！一聽到之後，咁、okay, 除咗呢兩個櫃之外啦，喺側邊仲有喎，仲有啲嘅，好，我哋移師過去先。好啦，呢個都仲有幾位？呢個係好多好受歡迎喎、啊，呢、這個櫃。係啊，究竟討論緊啲咩咧？我覺得有人同我講話，我上咗電啊！係啦，究竟喺度討論緊啲咩啊？大家？大家在度研究緊啲咩？研究緊只係咯，小鬼，小鬼即係新嗰架電單車。係啊係啊係啊。OK， 嗱咁啊，你覺得呢個電單車吸唔吸引咧 ？OK 啊 OK 啊。OK 在咩 ？OK 在都係上網有人將佢改成雪糕車啊，擺啲雪糕落去。係啊。咁啊，嗱，可塑性大啊嘛。另外後面肥仔嗰只咧，綠色嗰只咧，嗰只都唔錯。係係，我覺得嗰只今次做到肥佬嗰個形象咧，比上集嗰只靚好多。够笨重，够笨重。但系 Bumblebee 又如何啊？问下你啦，Bumblebee 期待啊！今家阵嗱、叫做不觉不失，系啦，我哋期待新嗰只，系啦。呢只我哋好厚道啊，好厚道、啊。我一定玩法噶，系啊。点玩啊？点玩啊？吓、个玩法系点啊？咪照平时嗰啲玩法啫，不过。啊！佢嗰啲改叫做改咗少少嘢，都叫做好啲 啊！即係個樣都好似靚仔咗少少，係啊啊！ Okay. 當然我哋更期待新嗰隻啦。好期待期待。咁啊，頭先我哋都講過啦，架電單車啦，後面嗰個雪糕車嗰個箱啊，架撐箱係啦。其實那個架撐箱咧就係可以拆開咗，好似個維修基地咁樣嘅。咁啊嗱，嚟到呢度啦。頭先大家都好眼金金呢隻嘢啦，係咪先？睇下得唔得？當然可以啦！哇，即刻整爛咗！我俾錢，有錢唔係大曬啊！有錢唔係大曬啊！優先發售啦！OK， 你又點睇今次呢個麥吉登啊？你有口罩呢個功能已經贏曬㗎啦，其實都唔使點樣講㗎啦。咁、個特效又可愛啦，係咪先？雖然係長咗啲啊，可愛呢個形容詞啊，真係要。Okay. 把刀嘅設計完全就係合乎我嘅要求同埋心水添。手感都幾好啊。係啊，除咗細把咗啲之外。OK。係啊，有冇啲咩想講啊？好正啊！會甩㗎，小心啊！有啲特效機密其實已經好好啦。呢啲唔係縮骨燒嚟嘅咩？係有特效其實已經係一個驚喜。我覺得呢個縮骨燒其實個樣一擺出，今次麥加登個設計個 look 咧，一擺出嚟已經好殺食嘅，其實好吸引。好嗱，一陣間先俾時間大家把玩一下啊！我而家我哋收埋只麥加登先，收翻個頭先。係啦，因為接住落嚟咧有第二隻咧就係緊要啦，要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呢一隻 Sub Studio。Crossover B Wing Q 版系列啊，
跟住出黑文嚟啦。咁啊，哎，有啲早餐未啊？哎，唔系我嘅，唔系我嘅，哎，冇问题，冇问题，好 ，OK， 拜拜。对呢啲 Q 版又觉得点咧？几时出黑色啊？几时出黑色？唔好意思，我话黑色。我哋讲呢两只先，系啦，黑色我哋慢慢讲，系啦，系。点睇呢两只啊？好可爱啊！嗱，佢啲配件我觉得几 Nike 嘅，真系好正啊！呢只柯柏文公仔真系超 Q 啊！所以迟啲如果出呢两公婆咧，转下色，咁我就好开心啊！两公婆嚟噶嘛，大家都知道噶，官配嚟嘅，机械人之情啊！唔系咯，一个为咗保护呢个，佢老公就出咗去打工啦，呢个为咗保护佢屋企嘅啫，但系搞个家变，大家都唔想嘅。不过大家中意睇个家变，冇办法，睇咗咁多代啊。新 BL 系列嚟嘅呢个，唔系新呢个不嬲系古早嘅 BL 系列嚟啦，系啊系啊，所以应该出个黑色嘅。OK， 黑色系变。今次咧，我反而觉得几惊喜咧，就系佢个斧头变咗个剑球啊，系，再加埋呢一个橡筋式嘅，系啦，弹咧，系啦，咁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呢个。几得意啊！系。所以我期待佢出黑色，系期待出黑色，可能真的有都未顶啊！即刻俾钱噶嘛？好，咁你想唔想赢佢翻屋企先？有冇黑色？好，你翻埋一边啦，得，你有冇嘢想？嗱，咁你又帮我哋揸住先啦，系啦，你自己中唔中意啦？呢两只，我都系等黑色嘅啫，都系等黑色。咁嘅成班人，唔紧要。嗱，我哋照话俾大家听，究竟你点样先可以得到呢两只咧？咁啊，仲有一套嘅。杯喺度嘅，咁我只杯咧，晏啲我哋 show 俾大家睇。咁如果你都想贏取呢兩隻 figure， 好簡單，只要答得出我哋喺開頭段片啊，開頭啊，你可以一間咧完咗直播之後咧 loop 翻前面睇嘅。究竟呢兩隻 figure 係邊一間玩具公司 cross over， 邊一個 artist 一齊合作嘅咧？識唔識答啊？你哋識唔識答啊？你哋 B Wing。哇！咁快答咗，仲有一个答案，系啦，仲有间公司咪 S 字头嘅，系啦，咁啊 ，S 啦，大家就快啲答，然之后咧记得 tag 一个朋友喎，系啦，喺我哋 comment 嗰度 tag 一个朋友，我哋喺玩具 TV 嗰个 Facebook 嗰度，系啦，记住，系啦，玩具 TV， 我哋对一对标，而家几点啊？而家？哇！八點廿幾分喎，已經八點廿幾，唔係八點19啊，19咁不如咁啦，直頭八點二十分啦。喺八點二十分裏面留言嘅朋友咧，當中咧最接近八點二十分嗰三位，其實我哋都係係啦，盡力揾到嗰三位出嚟嘅。咁啊，總之你而家快啲留言，留得到咧，咁啊 ，tag 個朋友，係啦，記得留言答啱個答案 ，tag 個朋友，咁咧有三個名額。一個柯柏文，一個麥加登，以及一套咧係杯嘅，咁啊呢一個特別版嚟噶。有人好快答咗就係阿德哥咧，踢咗的球。員工可唔可以參賽？等我即刻攞出嚟先。好，咁啊，點樣嚟呢個地方啊？呢個地方啦，大家可以搭港鐵，然之後步行大概十分鐘到啦，就可以嚟到呢個屯門市廣場。再唔係啦，有錢少少，直接伸手搭的士啦，直到樓下嘅。九龙你搭六十的士系咪啦？记得一楼，唔好似我头先咁去坐地下咧，揾嚟揾去揾。咁你坐地下？我兜咗两个圈。哦 ，OK。好嗱，今日同大家介绍到呢一度啦。我哋揾翻架飞机先，我哋要飞走咯。喂，飞机喺边？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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